这场比赛要分出胜负，必定有一番精彩的争论了。一起来欣赏马季、赵岩的对口相声《说一不二》。 咱们两个人再说一段，好的，我出主意啊，您说，咱们俩说一回啊，叫说一不二。什么叫说一不二？每人说一句话，里面必须带个一字，不许说出这二字来。哦，每句话只准说一，不准说二。对对对，我不说二，不说二行，我说俩，行吗？不行，怎么了？二俩那不一样吗？是啊，甭说俩，俩，带一点声音全不行。嚯、哦，要求还挺严格，好不好？说出二来怎么办？谁说出二来谁受罚。怎么罚？我要说出二来，当着大家我给唱个歌。是这话？哎，那我要说出二来怎么样？我给大家跳个舞，怎么样？可是一言为定，说话算话呀、现在就开始，马上就说，我可第一个就说，你说完我就说。哎呦，悬了，差点没出溜出来。来吧，我是一个农民。我有一，我是一个农民。我是一个工人，我也有一个工人。我扛一个锄，我拿一把锹。我的锄一天擦一次，我的锹一天洗一回。我把我锄洗的，锄洗得我一干一净的，像话？怎么说话呢？怎么着？有这么说的吗？有这么说的吗？那应该怎么说？那应该说一干，这个净的。这是几？这不认识的。这字都不认识啊？你说这是几啊？我也不认识。哎呀，我说行啊。要说你还真有一下子啊。什么？什么叫我真有一下子呀？怎么了？应该说我真几下子？我可不就一下子吗？他也注意了。来，我一天锄一次地，我一天挖一条沟，我干一次活洗一次澡。我洗一次澡，先洗一次脸。我洗一次脸，还洗一次脚。我洗一次脚，我换一双袜子。我换一双袜子。我还换一件衬衣。我换一件衬衣，我换一条裤子。我换一条裤子，我还换一个领带。我换一条领带，我还换一双鞋。你一双鞋几只？一只啊，再加一只。什么叫加一只啊？一句话你一块说出来啊。啊，您这得好，一句话分成哎。你就分着说，你分着说。大点大点，说快一点。没问题。我一天少吃一碗饭。我一天多吃一碗饭。我少喝一杯水。我多喝一杯水。我少喝一瓶酒。我多喝一瓶酒。你全给我喝了是怎么回事？反正有一就完了嘛。像话吗？那怎么了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没问题。一粒粒沙可以堆成山。
一滴滴水可以汇成河，一块块砖可以盖起高楼大厦，一棵棵树可以凑成原始森林。我们一定要厉行节约，我们一定要精打细算，我们一定要勤俭持家，我们一定要勤俭治国。我们节约要一心一意，我们绝不能三心二意。哎哎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不来来来，给大家跳舞跳舞。哎，我各位各位，怎么了？我就跳舞啊？你说出来，你跳舞。我没说。你说了？没说呀。你说了。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你刚才说的。我刚才说什么了？绝不三心二意。哎。